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克汉玩转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少女回战最香最色的手游，旭哥来做攻略。那今天要来砸蛋大赚元宝啦，这次应该总共可以赚十几万的元宝吧，这次会爽爽的赚起来啊。好，那旭哥这次会实测一下，就是抽这个金蛋和银蛋会有什么差别，那哪一个 CP 值比较高，旭哥这次来实测一下好了，分享给大家。好，那最全你帮把详细的兑换教学以及各种赚元宝的这个技巧都分享给大家。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那旭哥也有设这个旭哥手游攻略少女回战的攻略专区，这边有190多部的攻略影片，包含这个角色推荐啊、转蛋啊、然后秘技福利，还有色色的东西，全部都在这边。好，又到了每个月精彩刺激的砸蛋时刻啦，这个一个月可以砸两次，月中月底可以砸一次，那这个是最快速赚元宝的时候啦。好，那旭哥就来开砸了，我们来砸砸看。第一个这个30元宝，中42，然后第二个300元宝，522，再来这个3000元宝，4215，那最后了这个30000元宝，来吧，37485，还算是正常。我看一下排行榜，哦，目前这个有人砸到154200多。40000多，旭哥这一次是42000多，还算普通了。那大家可以分享啊，有没有砸超过100000的？哦，其实还不少啊。好，有没有人在榜上了？可以来分享一下。好，那记得顺便拿一下这个金锭的这个消耗金锭的这个宝物，有这个仙果啊、天地石。好，来继续砸一下45元宝，716，哎，还不错。再来3000，4402。好，我们3万的看一下，41730，哎，好像有点欧哦，好像还不错。那这个一样消费回馈领一下，感觉好像比较欧啊。好，来砸蛋咯，第一抽这个42元宝。好，来第二抽439，再来第三抽3000的砸下去，4615。好，那30000的40830，哎，还不错还不错，这个很多好东西，领一下。好，这次有30000多元宝开砸，刚好到这个门槛，来砸起来啊！479，来4481，好，那最后一抽获得36000到100000，39000到60000，那我们这次选银蛋看看了。看银蛋会比较多，来39927，好啊，那好像差不多，好像选这个左边好像差不多了，感觉差不多，所以经营都是看运气的。好，玩这个扭蛋机赚到了这个600元宝。好，那这次派遣呢刷这个还不错。这次有两个赚元宝的这个派遣，有一个140张100元宝，再加上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星耀城啊，这刚好很缺，还有这个天地石，这个次刷的还不错，大家有空就是来多刷派遣，这个算是很好赚资源，因为才花50元宝就可以刷出很多很棒的东西啊，这个 CP 值超高的，一定要刷一下。那这次刷的还不错。
好，东山迷局第四层，来转一下星光河。三个星光河、啊。好，最后来一万元宝拼一下，看有没有机会达成啊？啊，还是一千元宝啊，小赚小赚。好，那最后来分享这个游戏最全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下角摇杆符号，点进来在画面下方呢，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 ，KOG， 然后100，再来 W，KOG 100，然后 W， 按兑换，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288个元宝，再加上这个幸运福袋，还有这个百万下载纪念福袋。KOG 0707，按兑换，就可以拿到177个元宝，还有一个福袋，幸运福袋，以及这个奇妙的许愿组合。写了 KOG 521 ，KOG 521，按兑换，就可以拿到这个福袋，以及这个188的元宝。先输入这个 S W I M P A R T Y， 然后520 Swing Party 520 S W I M P A R T Y 520，按兑换，就可以拿到288元宝，然后这个就是福袋，还有这个转战券 ，U R 的转战券，算不错福利。再来是这个 Old Friend O L D F。RIEND， 然后888 ，OLDFRIEND， 然后888，按兑换，就可以拿到这个100个这个彩虹的宝物的碎片，还不错。然后有188个这个元宝，还有这个玫瑰花。再来是这个 VIP， 然后666，VIP 666。有这个星耀城、荣辉盒，还有郁金香。再来是 VIP 888，这个有星耀城，然后邀约券，还有这个玫瑰花。再来是 VIP 999，这个有星耀城，然后转战券 ，SSR 转战券，这样这个玫瑰花。再来是这个 KOG， 然后666 KOG 666大写的，按兑换，这个有10个转蛋券，